陛下，皇后，圣女出身微寒，才识浅薄，性情桀骜。书生，娘娘好。实不堪为霍将军加配，还请陛下、皇后为臣女做主，脱了这门亲事。还请霍将军念及旧情，就此放过我吧。恳请陛下废了妾吧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还请阿母放我去长秋宫，成全忠义二字。宣皇后身体每况愈下，年终前必然盼你成婚。不如选我。世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心结，过去的始终会过去，人要珍惜眼前和将来。我心里还有他，你也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臣女恳请出宫一趟，与袁善见定亲。是我求阿父摆脱狱卒，放我进来。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神啊？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胜倒是有几分相像。都说外甥萧九、不宜和无伤这两个孩子又是长得很像，虽然性情不同，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。阿离喜欢吃杏仁，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，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。怎么长了这般多的疹子啊？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蚊虫给咬了。少商，林将军，可要看看我过往书信，这并非是我的字迹。
可是我熟悉罗奔的字迹，这不是他的。别妄图将此事栽赃到我身上。那你给娄少夫人的定情之物呢？这面铜镜，背面有娄大人亲笔刻上的多种字体。我记得娄二夫人曾与我说过，我家大郎啊擅长书法，他还在剑字后面用不同字体刻了一首《蒹葭》呢。这其中与信函上有没有相同的字体？娄大人，你心里定比我更清楚。夫君，夫君，他们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你也是聪明人，我们之间不必闹到玉石俱焚。将少商放了，交代城使的下落，我可向圣上求情。从轻发落。什么？求情？真是可笑啊，这些年我楼奔游历四海，众人只知晓我文采博学，却从不知我的抱负乃是山河为盘，星辰为旗。可惜楚军对我伯父言听计从，我空有满腔抱负，却毫无用处。袁善见，我真羡慕年纪轻轻就可以在廷尉府有一席之地，我自认才华不输给你，却不知落脚何处。雄鹰不能在檐下飞行，鲲鹏也不能在浅池中浮水。我自少年起一心入主中书，却不想落到这步田地。时也，命。至于孤城，没有及时能够救援，完全是他祸出，倒霉而已。不可能！你日在寿春，你说此事与林毅有关系，是什么意思？孤城城破，是不是因为有林毅在城内做接应？你已经是文氏的一条狗，怎么？连自己的亲生阿父都想要反咬一口，去邀功吗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刘忠，你杀了我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雍王我杀了，文修君我贬了，小月后我也立即滚去了皇陵。我要的是让你生不如死。